张架。凌云旗杨英主共42名，仪式10班授奖同学请上台。授奖代表9028魏兆良，9098洪汉娟。11至19班授奖同学请准备。好，我们邀请我们
奖奖，吕丹心、陈冠宇等21名全体受奖同学请上台受奖。受奖代表九年六班李子彤、九年十班曹正玉，日常表现优良奖，受奖同学请准备。好，我们邀请我们副会长来跟台下人拍合照。
当给艺人的路程经又学习总研究成绩又一手表约鼓励同学学习欣赏艺术涵养人文气质恭喜得奖同学请掌声鼓励老师们啊，这么热心啊，对
孩子不断创纪录。Thank you.
不能合照。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老师与同学的努力下，本校每年参加校外竞赛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获奖事迹不胜枚举。希望有序传承成为北新的特色。恭喜得奖同学，请掌声鼓励。好，谢谢。颁奖颁发全勤奖，林思兰、李成玉等共27名全体受奖同学，请上台受奖。受奖代表为9年9班吴连清、9年12班张广仪。特殊奖学金受奖同学，请准备。好，这个全勤奖啊，我想能够管全勤的学校里管全勤的学务主任啊，能够创下这么多生活教育不可思议的一个绩效，完全是我们学务部同仁的心劳，所以请学务主任代表啊，我们请学务准陈茂松代表啊，那个学务处来做颁奖。9年1班李成佑，9年2班李汉轩，9年4班润于芬，9年5班李林奇杰，9年6班。
六班张勇，九年八班陈佳宇，九年十三班林冠明，九年十四班魏玉龙，九年十五班邱胜祖，九年十六班林家王，请上台授奖。好，这场我们请我们的家属会的常委刘玉华刘常委做颁奖。转过来。雪中少将张慧学子，希望何亮同学不负众望，将这份心声继续传递下去。Thank you.
们请掌声鼓励。颁奖颁发校长奖，学习领域毕业成绩男生第一名九年十五班连同同，女生第一名九年十七班魏玉成，母校第一名三年二班张素贞，授奖同学小上台接受校长颁奖。好，这个奖我们请我们南北新国中年轻帅气有很英俊的校长来颁奖。